菩萨蛮，宋·黄庭坚。半烟半雨溪桥畔，渔翁醉着无人唤。疏懒意何长，春风花草香。江山如有待，此意陶潜解。问我去何之，君行道自知。这首词的意思是说，一半的烟雾，一半的雨滴，呈现在那溪水桥旁。捕鱼老人喝醉酒睡着了，也没有人前去唤一声，更没有人去把他晃一晃。他那懒散而不受约束的意味是何等的深长啊！春风吹拂着花草，还散发着幽香。山山水水如果有什么等待的话，这其中的意味也只有陶渊明理解得最明朗。你若问我离开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你跟着我走，自然也就知道我所向往的地方。